我们俩一起，先采访一下二位女同学，双十一每人大概花了多少钱？一分钱没花，我也是。一分钱没花？嗯。你们俩是女生吗？最起码我还买两瓶水呢，对不对？我们俩可能是男人吗？那为什么他们两个跟网购有关系？让他们学习一下。 你网购吗？平时副班长，啊行，<笑>我们仨挺好。<笑>翻词典购物啊！八名成员分成两组，进行翻词典找东西接力赛。啊，晚饭了啊！成员翻开词典后，选择该页中的一个名词作为目标物品。框框里面的组词。花纹好找。花纹。谁家卖奶茶？ 上一位成员将目标物品找回，购买回之后，下一位成员出发，率先完成四人接力的队伍获胜。那怎么这就已经分组了吗？分组了，就做好按照大家做的就分了。对，假如说我翻，我一翻姜，然后谁去买？你翻到了就你去买，你买完回来之后，下一个成员开始翻。好，请双方确定第一位出战的成员分别是。那我第一个。好。 我先去吧，好，你去吧。好。卑鄙要这样，卑鄙要第一个去。那就按照座位，我们一二三四棒，好，三局两胜。梅城古镇翻词典购物游戏第一轮。啊，第一眼。天哪，这个阿公，阿婆，刚刚那个虾。虾。阿婆，我们是阿婆。 阿婆就是跑得慢点儿，他们还没找到是吧？1078，躯干、躯体， <What? S 2> 躯干，躯体就完了呗。躯体就是拿着身体来就可以了。躯躯儿也可以买，躯躯儿蝈蝈。躯躯儿多难买。Baby，快跑！快快快！你们好。Hello。你们太年轻了。<笑> Hello。哎，你可以跟我去玩一下一个游戏吗？好的。 谢谢。阿婆加油，阿婆！阿婆腿慢。拜拜，你太年轻了。这么快啊？来了，回来了，加油，阿婆，加油！哎呀，阿婆来了！阿婆来了，杨阿婆。下一个妥了。 明明是个姐姐，你非叫人阿婆，你。我是146页。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我就在搞长枪了。你看那楼下是不是有长枪吗？长枪，长枪。有什么是有身体的吗？还可以买给这玩意儿？可以，可以。奥特曼吧。好，谢谢。客气。贝贝，快跑！ 上楼梯就得上半天，躯体，快快快来快来！奥特曼躯体翻吧，快快第二个第二个，快第二个，无名小卒，我天，无能，无可奈何，无名指，无名指，你去拿一个手啊，拿个手就好，上无名指，上哪儿拿手去？娃娃里面那个有娃娃，有那个无名指啊，无名指，那个美女娃娃，快快快快快，无名指。 哎！长枪，长枪，哪有哪有？你去拿的吧。谢谢你们啊！有没有什么娃娃？什么？娃娃。娃娃。长枪。 娃娃，二十吗？好，谢谢。快，睁开，快跑！好累啊，这个。加油！快点跑！无名指，无名指。长枪。我发了，我来了啊！ 电磁炉，电磁炉，电磁炉，电灯泡。
白菜，白菜，白菜好买。你找个饭店买个白菜。白菜好买，给我给我给我。大爷，白菜，白菜，点心，这不点心吗？点心，点心，点心，点心。菜要到梅庄小区，梅庄有梅庄。要到梅庄，梅庄远吗？梅庄就在这里。第一家去梅庄宽，梅庄有白菜。左边，左边，第一家，左边。梅庄找他要白菜。有白菜吗？有白菜吗？这不行是吧？好，从里面出来了，没有找到白菜。白鹿，加油！有点心吗？点心，点心，点心，给我，给我一个，多少钱？多少钱？五块，五块，快拿一个，快快快，快快快，给我一个，给我，谢谢谢谢。有没有白菜？快，白菜，白菜，白菜，快！慢点跑，等我，慢点，真快的。哎呀，我的鞋带开了，我鞋，鞋带开了。是不是楼梯很高？点心，发了啊，发了啊！哦，有没有白菜？有啊！太爱你了，多少钱？五块钱啊！谢谢。冲！回来了，回来了，傻哥，加油！快拿着白菜来了！哇！我们这一个月没有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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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虾，宝宝，宝气性娃娃就行。宝宝，下巴下巴，找个有下巴的娃娃。有了，下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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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四幺幺，下巴。哎，哪有玩具啊？有宝宝吗？宝宝。是啥呢？这不是宝宝是啥？买个这个娃娃多少钱？十块。快，天哥快！十块。天哥快！真真真真！快！真真真真！哎，加油，三哥，三哥，你是最后一个，三哥。输了，我裤子都跑掉了。第一局，左边的四位成员胜出，恭喜他们。也谢谢我们的杨阿伯，谢谢阿伯，没事，阿伯，谢谢，下次再来啊，阿伯。哦，你这个娃娃拿了那么久啊，宝宝。他一开始说那个是宝宝，那啥是宝宝？我要拿娃娃，我要拿了那个他就没了。哦，对呀，这不是宝宝，拿了上来不对，你还得下去。对啊，你还得跑两趟。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可以喝点茶。对。沙哥要不要来第一个？好，我第一个，可以，我支持你。这个楼梯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是的，就靠最后这一步了。好，我第一个。第二局，翻词典购物。第二局，翻词典购物。这有什么？这什么词儿？卷子。卷子，卷子不好买。没有，卷尺。卷尺也没有吧？瓷砖。瓷土。瓷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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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瓷器。二幺三的瓷器。没有。没有。可以过。重新翻一下。那个，嗯。哦，他们还没有啊？这有瓷的东西吗？瓷的，瓷的东西。有。给我啥样的？在哪儿呢？好，谢谢啊。回来了，回来了，傻哥。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对，你下去把他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
你上来呀！读书人，读个书的就行，写那个笔记就行。你把咱们那摄像大师拉上来。你上来一下。你读过书吗？读过书，过来，过来。我是读书人。读书人。我们这位读过书就是了呀。这读书人需要考证，你有证没有啊？来来来，请坐，请坐。他会读书就好啦。贡献贡献贡献，什么鬼啊？要不然过吧，过过过过过过一次。过。双眼皮。什么词儿？买什么？双眼皮。什么？双眼皮。双眼皮。哎，你过来，你给我看。单眼皮的。什么？净土净口净手。在哪里呀？净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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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一把沙子来。哇！哇！来来来，第三个，第三个，我来吧，我来，我来。净土，放这里，放这里。啊！你这土一点都不净，这是净土，这是很多的生命之源。净土是一种那个意境，意境。龙头啊，龙头啊，龙头，好，龙头啊。龙头，刚才舞的是虾呀，龙头应该很难找吧？双眼皮，有吗？看一下，有有。双眼皮，双眼皮，506啊，孩儿，孩子，哦哦哦哦，孩子，孩子。孩子，你能买着孩子？买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娃娃就行了。娃娃，娃娃，右边，右边，买个小娃娃。有龙吗？龙。龙，完了完了完了，找不到龙。孩子，姐去哪找龙头啊？哪里有龙？恐龙，恐龙。哦。孩子，走，孩子，跟我走。孩子，张开！恐龙，恐龙，孩子，张开！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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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年轻啊，就是年轻，这坤跑得真快，上上上上，慢一点，慢一点，还真给他找到了恐龙，龙头，龙头，龙头，下一个，孩子，不行，多大了？超龄了，超龄了，多大在我眼里都是个孩子，超龄了，十岁长这么高了。奶奶，奶奶不行，奶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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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吉祥物，吉祥物，快！陈哥，陈哥，奶茶，奶茶在哪儿？谁家卖奶茶？你好，有什么吉祥物吗？吉祥物，那这个吉祥物吗？这有个吉祥物。哎，我们组陈哥不见了，陈哥跑很远了。谁家卖奶茶？你去那么远干什么？哎呀！吉祥物只拿了个什么？奥特曼，我拿了个。这不是吉祥物啊！这个代表着光，奥特曼。这不是吉祥物啊！是孩子的吉祥物啊！这肯定不是吉祥物，这只能算玩具。哎，不应该告了，应该让上来的下来。陈哥，你在干嘛？他找什么？陈哥找什么？奶茶。奶茶没有奶茶。这种奶茶也可以？什么？没有，整个都没有。那你就上来再翻一个。没有奶茶，根本就。来翻一个，翻一个，谁翻一个？667睫毛，睫毛。周深，哎，招财猫，看看店铺里面有没有招财猫。哦。快把摄像老师，摄像老师，陈哥。来，走。睫毛来了，有睫毛了，有睫毛，我们完成了。
猜吗？他们找完了吗？输了，输了。读书人，我们要考一下。我们要求证一下。布兰词，你背一遍吧。布兰词呗。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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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一个。有两个问题、啊。背个《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读书人，读书人，读书人，果然是读书人。读书人，谁写的？不行，再送他们一首《锄禾日当午》。我的品牌的衣服，五年，最新款，你随便挑。起拍价是五十。对，差不多。第一次，第二、第三次，落锤。你太……现在。竞拍开始，吃的全归我。你疯了，哪有这么贵？告诉你哪个餐厅又好吃又贵的。我不在乎，我不管待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都不在乎。哎呀，只剩2500了。没事，够给雅丁哥买个裤子的。我们要进行小商品之最的比拼，第一轮。我们要比拼的是最响亮，去把最响亮的拿出来。笑死！哇哇哇哇！你们要是服了，我就不搞响了。我们输了，这个气球是无敌的。持续10秒的声响，分贝最高的小商品。持续10秒，持续10秒，持续10秒，就是这个气球，等一下，你之前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你这样把气球拿在脸上扎爆，然后你喊一声啊！但你看，我就叫你不要找这个。既然你说了，你就这么做，给他们看。现在，请我们的质检员上场。来，大家近一点，好不好？近一点，近一点、啊，来，近一点。你稍微关心一下人家分贝员的感受好吗？声音是这样的，小刘，小何、哦，对不起，有点紧张。给我去找一根针。妈妈，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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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哇，等一下，声音是往上走的。小何，小刘，你到二楼去。你到二楼去。我，好吧，我不跟你计较。这个我觉得应该挺响的，就那一瞬间。这个响爆了，跟你说吗？这样，可以吗？张玲姐。我可以放开，然后勾他。不可以，炸到我手怎么办？man 一点。哥，你是大人了。man 一点了，工作人员叫你 man 一点。等一下，我摆脱一下，会炸到手吗？真的？你问我这种事情，一般正常人是不会做的，好吗？我也是逼急了。这样，我放在这儿，这样可以保证手不受伤。然后就这样戳，好吧？你戳，你戳，你戳，你戳。我戳吗？来来来，你来。你戳。快点，哥，你别磨叽了。不要怕，以我多年的执法经验，你不会有问题的，放心。小刘，你手拿走，很危险，真的。我帮你固定。真的真的。小何好 man 啊！小何太 man 了，小何，小刘，小何，你把这个给我，帮你拿。没事没事。你把脸挡一下。小刘。真没事。你把脸挡一下。小何。小刘，小何。小刘，小刘，小小小刘，小何，小刘，小刘，小小小刘，小何，小刘，小刘，小小小刘。好吧，我不跟你们计较。哎，成，别说话了，扎，你就往里戳，你就怼他。我从小最怕气球，你怼他，怼他，陪着你，陪着你，我陪着你，快，超哥，不要怕，以我多年的执法经验。为什么要选这个？对呀、啊，你为什么选这个呢？太远了。
有完没完啊？有完没完啊？我突然间觉得男人颜面尽丧。快点儿，快呀、啊！操，我杀了你！有完没完？安静一下，我希望在气球爆炸的那一刻，不要收住自己的嗓音，让心。干得漂亮！124.8。本轮获胜的是黄队。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束了。我觉得他的手法是不对的，他不能代表我们蓝队。下一题。你们好草率。接下来我们要测量的是最大的。那轮到我们了。我们其实，在最大的上面，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歧义、争执。然后家里说心是最大，胸怀是最大，对，做生意是要讲良心的。然后当然我们也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老婆是最大的，老婆是最大的，老婆老婆我爱你，如此甚好。比如老婆是最大的，老婆义务找不到，老婆不是小商品，不要叫不叫不叫，老婆不是小商品，哥不是，是这样，我还是把这句话一定要说下，各位队友啊，各位盟友，我没有。各位商户，电视台是吧？让他们走虚的了，走苦情路线，走作文呢。其实情怀是很重要，看一个台的一个对呀、啊，尤其是这个爱不是商品啊。可是我们拿出了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定义。哎，你知道吗？在做生意的情况下，你们就叫忽悠。我们没有忽悠。叫骗子。请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好好看看这颗爱心。想想你们自己的那一刻，看看你们的心到底大还是不大。心呢，大到一个程度是无法测量的，所以没法测量，所以就不在我们的标准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尊重村长和裁判的决定。如果你要让公证员觉得你们的爱是最大的话，你直接娶了公证员。小刘吗？小何。小何。小何。不答应。不答应。你们今天赢不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比拼的是最妖艳的小商品，由工作人员进行投票。帮我压一下，好看吗？好看。换一面。然后走下路。眼睛不瞎吗你们？我想说妖艳跟恶心是有分别的。让我们有请绿队。不要巴掌的点来吧。蛇舞吗？哇！邓超你不在了。快去尬舞，跟尬舞。
won't live without it. 我们废了，臣妾做不到啊！小彤来吧，跟他搏一把。你给我的跳广场舞的扇子，这可不是那维密的扇子。有请关晓彤，来来来 ，music！ 哇哇！怎么样？有的时候表演并不在于长，就是直接击穿观众的内心。重要的是为了展示小商品，对，不能抢了小商品的戏，然后还要把它展示得很到位。我就告诉你怎么去善用小商品。来吧，来吧，我们拍的是黄宗泽呀 ！Music， 嗨起来！强调一次，他伤害到顾客。现在，请我们的裁判为大家进行投票。谢谢谢谢，来来来，谢谢谢谢。哇哇！谢谢。好，本轮获胜的是蓝队。谢谢。今天我们要通过模仿名画的方式来考验大家的创造力，同时也要尽可能的还原。接下来请鹿晗扫地组进行展示。刚才前面那帮都是老年人玩的东西了，我们这个厉害，论还原度我们是100%还原了。可是眉毛长歪了，多么漂亮，自己都在笑，画自己在笑，画自己在笑场啊？没有，你们看错，你们老花眼。我们这个高科技产品，这是它的遥控手套。为什么像电视购物呢？不是，看啊，你说摆个 pose， 打个响指。你戴上手套是打不了响指的。你可以拿这个打。那音响帮你配。换，再换。对，你比如说，哇，好性感，对没？哇，好性感。哈哈。哇，好性感，对没？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好性。sexy， 耶、yeah, ，sexy， 耶、yeah, ！比如说你在你在家的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你想看一段舞蹈，那就厉害了。拿着这个手套，你比如说我教你，来来来，还有互动啊，你这个啊，那必须得有互动。来来来，你想看跳舞的时候，你只要这样，嘿 ，dance， 他就跳舞。哇、oh.！dance。哦呦，哦呦，走出来了，这是投射技术啊，这是。回去，这么好的产品只要998，赶快在浙江卫视《跑男》结束的时候拨打订购热线6666666。哎呦，6666666666，这个太溜了，可以了。现在你们刚才的入座顺序就是你们的分组3、4、3。
这么随意，这么草率，太草率了吧？你刚才说随意做的，那不行，那我们一桌吃的可能都少啊，跟两个这么大的人。你过去吧，你过去吧，你过去吧。没关系，你们，哎。你们知道我们俩多能吃，你们知道我们俩多能吃吗？既然来到这儿了，我们首先先来享用一下大连的海鲜。哇，这么好！不会只单纯吃这么简单吗？请上海鲜，没有问题的。皮皮虾，跟我走。把一盘吃完，我要吃皮皮虾，妈呀，我要吃皮皮虾，皮皮虾巨好吃，可以开始了吗？来吧，我不在乎，我不管待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我都不在乎。啊，那就吃吧，算了，那我也不进了，算了算了，吃吧。我觉得吧，这个游戏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个。哇，这个蟹真的好好吃。时间到，好了，现在我们请裁判把所有的食物全部撤下去。裁判，啊，不行，你不是随便吃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你不，这个你不能开玩笑。裁判，我他们那边快吃完了，你们那边。我就勉强的吃个三分饱就可以了。好，第一轮你们要接受的任务就是，请去市场里找回刚才你吃到的食材。这么 easy 吗？对啊，我你看刚才这些海鲜种类一共有19种，这么多？对，限时15分钟，谁找到的正确数量越多，哪一组这一轮排名靠前。首先哪有19种？明明就是9种。现在实在是不够，真的不够。贵妇，贵妇。是一种狗吗？不是个贵宾。不过皮皮虾冻的呀，我能抓吗？抓了啊！抓！皮皮虾！哎呦，这个也是，这叫什么？这叫龙须菜。哎，他们说有19种食材。就是刚刚吃的，我们吃一个大盘菜。19种里面有哪种？对啊，19种都有哪些？教授，我们有点忘了。这个皮皮虾。皮皮虾，这个我们知道。还有鲍鱼。来，鲍鱼来一个。我们一下快赢了。我吃了。你知道？我们做菜的时候。正常拿哪个？这个。拿这个也拿了。那拿一个这个吧。好。嗯。有没有海肠？海肠在这是。哦，对，要海肠。海肠，我要一个就好了。那我给你拿吧。Oh my god！ 帝王蟹，这个是帝王蟹吗？这个是帝王蟹。要一只吧。哇塞，好大一只啊！它会不会咬我呀？面包蟹。面包蟹上面的有，我看看长什么样，好像没有这个蟹，没有这个蟹。面包蟹，还有这个，刚才记得钳子吗？有那个钳子有。这个没有钳子怎么弄？对，有这个，师傅。有。啊。
啊，什么鱼？先生鱼。你确定有这个吗？确定。先生。反正我就知道，我因为我没有一直在吃鱼，什么鱼？哎，你可以放松放松一下，大家，小鲤鱼和先生鱼，你看怎么样？什么鱼啊？什么鱼啊？哦，这是小姐鱼啊！我天哪，给我一个小姐鱼好吗？一个就行。时间还剩五分钟，还有五分钟，要换袋鞋，袋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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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来，对这个对。海肠，还有。哦，好了。呀。赢了。我们赢了。好，我们公布大家找到的海鲜品类。首先是郑凯组，你们总共找对了15种海鲜。哇！是。没有找到的是小姐鱼和先生鱼。小姐鱼和先生鱼。虽然你们找了花蓋，但是找错了，然后还少一个。面包蟹，这我买了小姐。然后，超哥组，耶、yeah ！你们也找对了15种海鲜，耶、yeah ！没有找到面包蟹、白蚬子、小姐鱼和先生鱼。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有先生鱼和小姐鱼。公布，陈赫组你们的成绩是18种海鲜，18种海鲜。Yeah！买了先生，我买了小姐，就差一个白蚬子，拿错了颜色，要不然我们19种全对。你们要不然留下来跟工作吧。接下来要给大家的福利是，节目组请大家享用天津的美食，漂亮。但是呢，你看，但是什么？不要但是。吃饭的钱需要你们。通过拍卖自己的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承诺，让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出钱拍这个东西。承诺，没有拍到钱是饿着这个意思是吗？要看你们提供的这个东西吸不吸引人，如果钱越少嘛，大家吃的就越差。马上请出我们竞拍者，是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个岗位，有的是我们的编导，有的是音频，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技术老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什么值得拿出来拍卖的东西，或者是承诺，可以是实时兑现的，也可以是事后兑现。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工作人员想要的。好难啊，哇，就这样了。我，他太好卖了，太好卖了。好，主人有了，先来吧。那我们先请祖蓝哥。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我相信你们是非常想要的。如果你们跟家人一起放假来到香港，吃的全归我。哦，这个还可以，福利要福利。我说过就是，如果跟家人一起放假来香港找我，考虑清楚。看一眼。哎，一个月之后看到微博上热搜第一条报祖蓝卖房，过一年看到香港一个摊子叫做头巾牛丸，祖蓝祖，哎呀，牛丸来了，牛丸要了，懂的吧，懂的吧，头巾牛丸啊，头巾牛丸啊。好的，那祖蓝哥给大家提供的是我们节目组任何一位，包括带自己家人去香港旅行时候的餐饮。我们的起拍价是5块，一只皮皮虾都不止啊！5块钱能在我们广东会馆吃到一个凉菜就已经不错了吧？现在开始竞拍，15.5块。天哪，太抠了！太抠了！100。一百，终于有100了。200，这个价格上升的幅度，201。哦，还有吗？250，250元。第一次，第二次，最后一次叫价，250，敲锤了。
恭喜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得到了祖蓝哥提供的价值250元的拍卖价，但实际餐饮价由祖蓝哥凭良心给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哪个餐厅又好吃又贵的。祖蓝哥，请你签字作为凭证。哎，我想问，你全家有多少人呢？这个时候 we are family。 OK OK OK， 香港欢迎你。可以可以可以，替我们赢得了250，你们加油啊！我觉得我可以承诺一个人，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给我打电话，需要我的任何帮助，我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你是要结婚，你是要升职，你是要干任何事儿，我天涯海角出现在你身边。这个我也想买。50。哇，60。你这个点子那么快啊，刚刚250。那么快就300了。350。哎，真的这么比下来，你那个确实有点多。耻辱。650。700。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耶！签字画押啊，任何需要，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现在兄弟团已经入账了950元，够了吧？一顿饭，够了，够了。一个兄弟900多还不够吗？别的不要了。大勋，这时候你再不冲出来，大勋来吧，我怕我卖的东西他们不要。先试一下，先来一个。就我卖我的一天，你们要吗？你看看，不要。你想点好，有点诚意，有没有花心思？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彻底为大家服务过？服务过。这样，就是你们结婚或者是有任何事情的一条微博祝福。哎。弱了！哎呀！不行了，垮了！按摩吧，按摩。你要什么？按摩。行，现在就来。怎么？走，咱上哪儿去按？走。为大勋来提供餐品是给一位工作人员按摩，因为录影也很辛苦啊。大勋，好歹挣个凉菜回来。挣凉菜，挣点餐巾纸钱都行。现在开始竞拍，给我毛，8毛，一块。1.2，1.5，2毛涨了。但是我是你就不卖了。这个叫廉价劳动力啊。2块，2块，2块1，2.99，6块，5块，5块，不用。流拍。我不是流拍。我现在卖，现在卖我不吃了。9块，9块，九块第一次，9块钱可以了，第三次，为大勋按摩9块成交。你们先录着，你们录着，我上班了。你太辛苦了，你先捏着，还有谁？咱还有谁？想不到，我也想不到。小鹿，我对你比较好奇。这样，我先自己不提啊，我听一下有什么要求。我给你们想一个，很近距离的。唱你的那首先打个样。哎呀，来一下嘛。哎，中午能不能再吃几个好菜就看你。不是 no 不，直接诚意拿出来，直接来我演唱会台上听不得了吗？可以吗？小鹿 OK 吗？ OK。 小鹿为大家提供的拍品是在他的演唱会上为这一位竞拍成功的工作人员献歌一曲。现在开始竞拍。100，200，250，25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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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真有诚意。啊，702、703、704、705、706。进入白热化，非常好。七百零八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七百零八，我
后锤。啊，这样，我想想，我想想，就是，哎，这样，我帮你想到一个，替一个人瘦到120斤，那我就走掉了，120斤。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就给你提供一个套餐，好不好？好，你说一个套餐。拍照，拍照。你说。我不要你的衣服。就是这个需求吗？因为只有你的衣服我能穿得下，只有你的衣服我能穿得下。非常好，这个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来来，请站到这里，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一个 size。因为你们知道他的衣服是唯一的3XL， 而我是全场工作人员唯一的4XL。没有，我的品牌卖的衣服，我自己是穿 L 号的，那是你特制的。那是你自己的品牌，你特制的，是这么大一个。我觉得你就买5年的衣服，5年的衣服。我的品牌的衣服，5年，最新款，你随便挑。对。陈赫为大家提供的是给我们这位工作人员5年的跟他同 size 的新的 T 恤，起拍价是50。哦，高一点，500，很高了，5年呢，手拿下来吧，人家50，就50，就50，差不多。50，第一次，第二，第三次，落锤。他都想要快点进行下去了，50成交，耶！感谢，感谢你的支持。当然。我来，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你是品牌吗？健身品牌、啊、不品牌这个东西太 low 了，这是。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这些东西都太俗了，我们不怕俗，不怕俗，对对对，就爱俗气的。这样，谁拍到了，我为他量身定做一部戏，戏里女主角的名字。叫你的名字，如果是男的，就我叫他的名字，简直是骗子了，这是什么？这好吗？男的，听我说，这简直是骗子吗？不要，人家觉得恶心，不是，人家看到那个名字，看到这个脸，这心里不舒服的。对。哎，凯哥太抠了。好，那我换一个，真诚一点，真诚，拿出我们跑男的真诚。我本来想说。留一个工作室的岗位，什么东西？天哪，走开！我工作室福利很好的，做香味师傅好吗？领导在这里啊！领导在啊！请浙江卫视给我留一个岗位。真的天抠，对，我看过抠的，没有想到天抠，爆抠。我跟你讲，以后你们俩叫天霸，郑凯叫抠霸，抠霸，真的。我们再换一个吧，都不满意嘛，他们都不满意，那拍个2毛钱，我不要面子的，我。就你没有的话，我们来说。我们有要求，啊，有要求。因为我们这个组里有很多那个大龄的女青年，没有男朋友的，你们用任何的形式可以替他们征集男友或征。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可以。郑凯的拍品5块起拍，11、12、16、16、18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
一定是最幸福的那一个。先说一下你的偶像，看看那个标准。不是，跑男里面就是你的男朋友最希望是哪种类型的？对，你先指一个。有，我喜欢胖子。哦，是我吗？上半身，等下，组合一下，得组合一下。为什么要接这个？脸先分上，分上。好，等一下，然后你的腿，你看，我被闷死了。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哎，我为什么要？自己 Q 这个点，我会发，请大家帮我寻找魏大勋的脸、陈赫的身体和邓超的腿，这样的男人，请跳出来。我告诉你，哎，网上会掀起一大波的 P 图风。恭喜凯凯的这件拍品是以18块钱拍得的。节目播出当天，我发个微博，替你宣传一下。这条微博要爆。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超哥提供拍品。我知道，同志们，后面啊更难了，前面诚意太大了，赶紧想出来冲上去。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别这样，不是呀，别这样，把我的诚意给你了。我在节目里，我没有关系到你们，我真的不吃了。好，可以不吃了，我真的不吃了，真的，你别这样。观众朋友，息都给了，这息都给了，他们反应是这是什么？太对了，太对，好难啊，都这样了。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就我们出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酝酿已久了，我觉得还是满足他们一下。说一下吧，你们想拍的拍品是什么？跟超哥玩一次打头游戏。我知道，就是那个王子兰。天哪，真的吗？加什么意思？可以吗？太可以了，可以呀，当然，来呀。那我们5块钱起拍，8块。10块，15，20，真的好想打火，真的好想，你看这个速度，40，哎，想象一下，超啊，哎，打，5800，我能玩一下不？388，388，388，388，第一次，390，390，天哪，漂亮，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第二次，第三次，390落锤，我打算把这个机会送给我们两位同事。你以为390是女生吗？你以为随意？你以为390是女生吗？起立吧，来吧，出列吧。全场最壮的两位，说好了不带放水的啊，放水就没意思了。我们下面还有录影呢，是，所以快点打。准备好。错了，不可能有一阵风过来的，风过来的。错了，继续。来，你的眼镜收一下。哦，收了，好。太狠了，你们这个真的太狠了，你们。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错，又错了。明白了。我已经掌握他的掌法了。不是，乔哥至少猜6一次吧，要不然太丢脸了。猜中了。好，非常感谢乔哥，非常感谢。我们其实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就是想跟你们玩一下游戏。好啊，没别的，就真的想打你。哎，就其实不用搞那么多形式，就过来啪。接下来还剩 baby， 我们最后一位。接下来我们请 baby 继续提供你的拍品。祝福啊，祝福太简单了。以你们的名义，给小学捐赠一个小图书馆。哦，这个好，这个真的好，太棒，这个好，太棒，太棒。那我们
100元起拍。200。500。800。1000。哇！如果这个还有的附加条件，就是我得在你耳边唱一首歌，你得坚持下去。唱完之后，你可能会失去一只听力。好。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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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给面子了，你非常好，太给面子，我很为你感动，真的，你的，但是你的汗出卖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商品估价，离真实价格越接近的一组就可以免于惩罚。我们给出上货价啊，还是这个市场价？市场价 ，OK。批发价是零售价。零售价，零售价。山西老陈醋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今天展示的第一件特产就与醋有关。有请酿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郭俊禄。今天呢，我们带了山西老陈醋的精华醋膏。我们一缸醋啊，容量有400多斤到500斤。那么通过这几次的盛放嘛，也是十几斤的醋。就今天带的醋膏是1987年再次陈酿而到今天的，也可以说30年了。1987年，比我年纪还大。我们国家一个国宝叫秦汉章老先生，110岁了，到现在呢，每个月要吃2勺到3勺这个醋膏。这都活110岁，还不全拿走？好酸啊！很酸。这个是1987年的醋膏。你真的觉得不酸？酸。我们这一勺之后80岁没问题啊。邓老师200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呢。现在请大家来猜测这一小罐约250克的醋膏，它的市场价是多少？一般市面上多少钱？不知道，我没有买过。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至少个30000多吧？啊，没这么贵吧？浩哥，你觉得呢？你智商最高啊？我觉得。放过我们吧，算了，放过我们吧，算了。这怎么猜啊？快点，你不可以这样子，快点猜。肯定挺珍贵的，对吧？对，你说醋就已经很贵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众都能消费得起？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它这个不能天天吃。哎，对。我们抓住这一特点，它不天天吃。你想啊，250克一就是按勺得吃一年吧，就像吃好的蜂蜜一样。啊、对，我觉得不会那么贵。1000元是不是便宜了点？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我刚心里的价位也是在1000多。8000，8000我都觉得有点高。1000到500，我觉得。真的吗？不可能。真的，我觉得30年嘞。我觉得真不值，30年的东西真贵。我觉得真的高。4、3。2、1，1000、2000的，那个中间吧。现在请两队亮题板。太贵了，5000块。哎，我怎么想的？太贵了，你知道陈皮有多贵？你知道什么叫名声吗？对，宝哥讲太对了，你看我这份写太多了，只有写2000已经顶头了。你怎么知道我一定错啊？自己搞内讧了。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好吓人啊！这好可怕、啊，我的妈呀！我的脚心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多的。3。啊？不要乱动，这怎么能不动？一，啊！
诉我多少钱。这一罐250克的30年陈酿的醋糕，它的真实价格是。我说了1000块钱，你写1000块钱我们就赢了。哎，我错了。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价格呀，要让大家都能吃得起。说实话很公道。谢谢我们的老师。我们接下来请出第二位老乡，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郭梅花。我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四季花开，这个纸是我自定的，万年红万年黑，它是永远不会掉色的。这一幅画我们给出大家一个价格区间是5000元到20000元之间。老师，这个东西会在市场出现是吧？市场上少，我都是定制的。您剪这一幅画要花多长时间啊？从构思到创作1个礼拜。你一个月做几个这个？一个月最多做5个。你上个月卖最后一幅卖多少钱卖的？这个是秘密。我觉得至少10000多吧。13000，18000吧。这太难，我告诉你，我们俩互相看来看去，没有人可以有正确答案，没有办法。你猜18000还13000？16666。好，那好了，就这样。好，多少钱你买？我觉得10000块钱可以的。你想啊，你如果一个老师他要超过2万的话，一月是一个月就10万块钱的收入，一个正常家庭。我感觉看这老师，他觉得他不是那种特别里边愿意敛财那种人，所以我觉得10000块钱合适。对，不能太贵，不能太贵。梅花姐，梅花姐，姐姐，梅花姐，姐姐，姐姐。1万少不少？行，我看看我比划了，我跟姐说，我说那行，你姐说 OK， 可以，小姐，99.99。我们现在来公布结果，来，少涵，你要不要试一个脚尖下去的？就这样的。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 ？No！3！No！金笋呢？这件商品的正确价格是，哇！我们就差了1分钱。我猜的最准了，老师，我猜的最准。宝哥，你太厉害了！是不是我厉不厉害？是确认过眼神的。确认过眼神。哎，我觉得平时啊，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老祖宗这种传承要多学习。我现在不知道，我对中国族语是很有很深的认识。我觉得你们有点得意哦。哎，非常得意，不是一点点，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郭老师，谢谢。现在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位老乡。这是什么呀？苹果。苹果。我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嘉兴的黄富士苹果。第一，它的颜色好，特别红，特别亮。第二个，它好吃，口感特别好。第三个，好存，便于储存，便于加工。咱们吉祥苹果已经走出国门，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他们都可以吃到咱们的吉祥苹果。太棒了！吉祥的苹果曾经获得了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的金奖。金奖啊！吉祥被称为中国苹果之乡，当地的老百姓就是通过种植苹果，然来发家致富。现在请大家猜测这一盒共8个苹果，它的市场价多少钱？不知道。这个我跟你讲，这种农产品我从来没有买过，水果从来没有买过。我去菜市场买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般。你在哪里的菜场？香港吗？有，香港也是，只是不要再拿香港的那个来比的，不一样的。你看你的陈皮就已经不一样，香港卖干货都贵，我告诉你。这个蛮难猜的，红富士60左右，68或者88，78，对，价。请大家看看你的价格，80会不会贵啊？
而且两次我们的都想的都比较贵，太贵了，5000块。你们这边统一都比较奢侈。你看他那个礼盒，我觉得就会贵。我从来没有见过八个变成盒当盒卖的，当盒卖肯定贵。请两对量体版。哎，我觉得大概就是100。你们啊，真的是没买过菜吧？没买过菜吧？是生活，他们不懂生活。你们都是在那个超市精品区买的吧？你们真的是不逛超市啊？你们都是在那个超市精品区买的吧？你说你的意思我不懂苹果，对对，对不起，我只懂足浴。你是你首先得是什么？它有一个平均价格，对吧？对，就每一个苹果在市面上的平均价格是几块钱一个。但你知道这是什么苹果吗？什么？真的是最生甜不一样的苹果，这很好吃。它要得到这个老百姓的认可啊，它一定价钱不是很高的。可是而且呢，就是它这个地方又是靠产苹果出来的，它是产量的地儿。但是如果品质很好了，品质对，他就拿品质好来说话呀。同样的价钱，品质好，一定买他们的呀。不，所以说，不，听我讲，宝哥，但这酒包装这礼盒啊，哦，这礼盒，礼盒3块钱够了，不够，3块钱够了，我做包装，我你没做过，做不了，你没卖过，你没卖过东西。你看看宝哥多贴地气。老师，我不是说你们苹果不好，我是你们非常智慧，用这么好的质量去冲这个市场，我跟你说，你觉得你们脱贫就这么脱的 ？OK。点赞。哎，老师都已经给我们比大拇指了，你们又废，绝对不会下去。要惩罚的队伍是3、2、1。感觉怎样？它的市场价是108元。感谢我们这位老乡，苹果可以留下，再给我们切一点，太好吃了，这个苹果。九，小郎酒。大家都知道山西的白酒是非常有名的，而这款小郎酒是来自于四川，同样味道也非常的好。小郎酒，精酿白酒，龙头降尾，回味悠长。我看过这个广告。你真的看过？我看过。多少钱？忘了。我踹死您！他说我看过这个广告，我多少钱？我忘了。我们是猜一瓶是吧？还是4瓶？猜一瓶。多少？15块钱，15块钱。你喝白酒？我不喝白酒，但我知道大概价格。对，可以。我听宝哥的。可以。时间到，你两队公布你们的价格。你们忘了我在学校的专业是酒神吗？酒神，酒神，酒神。你很确定吗？我就把话放了，我就把话放了。要惩罚的队伍是。放松点啊！是我们便宜了吗？对，这款酒的真实价格是30元，30元，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觉得30或者40有可能，我觉得可能30。太便宜了。接下来请出下一位老乡。大家好，我是张叔，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小米不是给鸟吃的吗？我们家小时候养鸟都是吃小米。我们经济学院有个败类，这个败类必须除掉。小米粥没喝过啊？这个小米它熬出来的粥牛特别多，口感好，比较适合养胃。能不能加个海参啊？好好喝。好吃。好香哦。帮我加个海参进去。观众朋友们，喝了这个小米，指压板都不怕了。妈妈，我还想来一次指压板。怎么可能啊？这个真的，哎，有点为难我们，这里都是00后，
不太懂这些东西，不太懂这些东西。今天真的不懂。我买过500克的，应该是30块钱。500克30块钱，但不知道品牌一比。一千就是，这得贵，这得100吧？那我真觉得10块就 OK 了。10块多。10块多。对，那就这样呗。啊，我同意。OK。大米3.5一斤，你想吧，小米儿子多收10块钱一斤呗，我给出你们市场指导价了。你多少年没去菜市场？我家现在种大米呢，还有多少年没去菜市场？我带大米还没地儿卖呢，你买不买？学长，请两队亮起板。什么玩意儿？漂亮！赢了！什么？我们赢了！对于这样的生活常识，应该掉两次。北纬、东京都给你说出来了。我买过这么小的，是30块钱。直接把他们弹射出去。东京都给你说出来了。东京的小米，它的价格是。午餐竞拍，三队使用闪拍锤来竞拍午餐，0美元起步，每拍一锤加价任意，但不得少于1美元，且同一队不得连续加价。如果一队加价后10秒内无其他队伍加价，则该队以竞拍价格支付餐费，剩下2队以实际价格支付。但是我们目的是要省钱，还是要害别人付更高？我们的目的省钱也可以，害别人也更可以。如果早上又在20块钱，还是180，那这个不可能超过这么多天，后面还有节目呢。如果没有呢？最高我们到多少就不拍了，就不镜头了。过来呀、啊！等一下，那个吃货已经开始吃了。禁止吃，吃你要付钱的。对不起，乘客，你要付我10美元。耶！这一个面包10美元，你太……哈哈哈哈的菜，这个鱼不是个道具吧？这个鱼真的长得很像一个道具。尚方宝剑吗？这是尚方宝剑吗？来，准备，现在竞拍开始。有啥？一个、两个、三个。30块。30块。20块钱，还是180。那这个竞拍开始。55。55。不，少一点。105，105。爷，一口价。106，106。106，106。106，第二次。谁喊107？谁喊107？吓死我了！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一个队？是一个队。这人真的没有贵的菜呀、啊！倒计时，5、4、3、2、1。等一下，等一下。喊了一了，啥是啥？零没有零，还有零啊！是不是跑步的时候都是说预备，3、2、1，有零吗？有零吗？有零，哪有零跑的？哎，超哥，有零啊！零在心里。好，来，红队出价多少？100块。100。多少啊？超级好紧张！刚刚是100，不用加，不用加，100，150，130，没问题。我给你们一个秘诀，你们仔细往那个牌子看，它用一个那么小的方块遮住，那不可能是3位数，一定是2位数的。
107啊，不用拍，我都已经拍了。什么？108，输了我认了。来，黄队和绿队要加价吗？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红队还有蓝队表演一个节目。凭什么？小队长，不要白交了，肯定是几块钱。哎，怎样？这边你真的不信我？先140、145敲你们表演，不要 baby 可以吗？ baby 刚才是那个价，现在不是。对。160 baby 表演。倒计时，这边倒计时，先看表演。baby 表演，160。没，你没成交呢。啊，得成交才能看。当然啊，你以为呢？160，倒计时，5、4、3。2、1。停。拍卖结束。现在黄队以160美元成交了这对团拍的价格。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相信我，相信我，让给你们。咱们是包厢卡，就算是贵了，我们就当开开心吃顿饭了。不行，大哥，不行。啊？怎么了？两位数，不会是一位数吧？两位数，他好像跟我猜都是一样的。上面写了两个字，打车这顿饭免费。发送，请接单。4、3、2，1，走你。3、4、3、2，走你。196，196。哎，让镜头扫一下特写，看一看，让观众朋友们决定这顿饭要多少钱。来，想问一下，两位，把你们的午餐的费用交给我们导演组。我没算进去，蓝天白云都算钱。我们吃的是环境。那你就是说晚上会便宜一点了吧？吃吧，196，加餐了。啊，还有菜。好了，各位，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第二道菜是龙虾。不到几只？可以看吗？可以看。一只。我们要开龙虾的价格。80。100要的。99。99。你疯了，哪有这么贵？9。100块。100。5、4、3、2。但这顿饭好贵啊。100美元来。进出龙虾的价格，100块的龙虾特别好吃，好好吃啊。我们是不是都对钱非常有概念？网上逛超市首选上苏宁，这就是我的超市。
竞拍这盘水果的价格。这个地方就产水果，不会那么贵的。当然了，水果很便宜的。不要讲，之前你不听。这锤必须要敲。苏宁易购超市频道必须66。六十六。比这个龙虾贵吧？没有比龙虾贵。五，叫吧。四，涛哥。67。你还欠我们节目呢，那边那个表演的那个。吃完再说。丽丽出价67。哎呀，光头啊，你要不要长头发啊？给你搓搓头呀，不要。来搓头，来搓头了，来搓头了，来搓一个，搓一个头，搓一个头，搓一个头，160啊，搓一个头啊，160。68块钱来拍下这盘水果盘，略显冷静哈。送你一个啊，我们都给给点力啊，给点力。哎，都是100多块人民币了。对，这水果盘的实际价格是40美元，我付了27块。如大家所看，这一幅金鸡独立金犬不宁不是金鸡独立雕塑，售价仅有29800，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还不快拨打电话400-800-8888。我们还去找人吧。这研究研究挺好玩的呀。这里他们都找过了。特别高兴能够拿到这一届的金饭碗奖，这个奖我已经想得到很久了，因为有了这个金饭碗，我就可以拿它用来盛汤、盛水、盛饭。有了它，我再也不怕丢掉自己的金饭碗。都在这干。这些他们应该都翻过。招财金蝉，民间俗称貔貅。貔貅这种动物非常的神奇，好吧，硬币从嘴里进去，不会从屁股里掉出来，这就是貔貅的特性。因为它只进不出，所以貔貅被众多做生意的人封为吉祥物，摆在收银台上。这在干嘛？仅售2800。就像早上董事长跟大家讲的一样，汤锅里积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帽衫，董事长也想到了用帽衫对决的方式来促销我们这一批帽衫。我想的，董事长英明，从哪儿看出来的？你告诉我，从哪儿？我这双智慧的眼睛就看出来了，智慧的眼睛。Amazing！ 快戴上，快戴上！怎么吓死你？怎么说话呢？帽衫对决。两名不同部门的职员穿上帽衫，戴上帽子，将帽衫的绳子和对手系在一起，率先看到对方帽子上词语的人获胜。现场有12位市民，你们帽子上的词语会由他们为大家出。哦，这个凯哥太吃亏了。你怎么知道身高高就占优势呢？身高高就能看见了。这一轮我们就赢你们的7500。赢完是多少？赢完是多少？赢完是12500。再输一次是多少？再输一次就是6250。再赢一次？再赢一次。没有那么多环节，一共4个环节。请问这跟我们卖帽衫有什么关系？怎么了？质疑老板吗？哎 ，baby 那个好好看呢、啊。谢谢，谢谢本人。放呢？怎么了？首先有请第一组郑恺和王嘉尔。你要看到他的字，
不用看到他的脸。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提示，都是形容你们俩的，英俊帅气。来，准备。是为了看，不是拔河。你告诉我，这怎么玩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衣服上贴你们的照片了，因为一玩起来不知道是谁。天哪，是为什么？天哪，是为什么？你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真的。小心！好累！哎，等一下，会受伤啊！你想放你的去，难分胜负。铁公鸡，你怎么看到的？因为你停了，太不容易了，真的。恭喜王嘉尔，第二组要出战的是晨哥和亚文哥，有请。好累啊，好累啊，看着都累。刚才我说了，让他们那边给我写一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哪个热心市民写的呀？这个文凭很高。哎呀，我的妈呀！哇哇，还好不是我，哇，还好不是我。很难吗？我到明天我都做不了。请准备。哎呀，很快了，感觉。不能上手，不能上手。跳舞呢，你俩。好美的画面。好扎呀，好扎呀。傻傻瓜，错，你不许骂人。这是饕餮是吧？他一看就知道，直接。旭熙觉得能读出两个字好了不起是吗？我一个星期我都读不了。我们接下来请 baby 和宋雨琦出战。天哪！姐，靠你了。哇，好难哎，觉得。团队的荣誉就看你了，团队的荣誉。团队的荣誉。好紧张啊，你这个游戏。哇，这个太简单了。哇，这又是我不懂的，完蛋！嘉尔，你悄悄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什么？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是王彦霖还有朱亚文合体的一个名字。二一，哇！等一下！等一下，不是，等一下，我看你刚才这个是个，你这个特别像矮人族，你知道吗？胡子都拔到前面来了。
不是，他刚才就像一个蓝色的章鱼，你知道吗？章鱼船长让准备上来，好吓人的画面！哇！你要亲我，你别亲我去 ！Baby 姐 ，Come on！他们两个所有的动作都是完全同步的，你知道吗？这么久了，换过动作吗？好晕啊！好晕！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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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时针，顺时针，等一下。哦，春天到了。不对，不对，不对。哑铃哥。对，春天到很像，说实话写这个看的人写的真的很像春，春天到，其实这个一蒙就能蒙出来了，看不到看不到啊，然后就赢了。我刚好像一直在说已经说了，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画面还是美的。恭喜 baby 这一轮答对，业务一部暂时领先。呀、yeah, ，我赢啊！中文达人。你是怎么好意思号称中文达人呢？我先跟各位热心市民解释一下，我卢克斯这个在香港长大，现在在国外学习，所以各位老师给他出题的时候稍微不要太难了啊，对，写个草书就行了。哇，这个他可能听不懂。哎，王嘉尔，这个词你认得吗？当然认得。哦，好。哎，好像我为什么回答？一来就收。Lucas, come on， 中文达人。那边你随便他看，那边又没有。这玩意儿都得得这个，你知道吗？Lucas, come on！ 俾啲气势啊喂！你这什么意思？给点气势！讲咩啊？讲咩啊 ？Lucas， 气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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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气势！哎哎！你们什么时候变这么好朋友了？华尔兹，爱的华尔兹。我很开心认识你。颈椎病，再来一轮吗？没有没有，结束了，结束了。我再来一轮，再来一轮。恭喜我们的业务一部获胜。接下来业务二部卡里的钱转出一半到业务一部的卡里。给他们。开心的时刻到了，哎，17500，哎呀，只剩2500了。没事，够给雅丁哥买个裤子。接下来，每一队成员要品鉴价值不同的物品，选出你们认为价值更高的，选对的成员获胜，选错的就要去接受惩罚。什么惩罚？墨鱼汁。我们今天要进行的第一项是跟音乐有关的。你们将会听到由澳门非常优秀的演奏家演绎的两段音乐，一段音乐使用的是初学者的练习乐器，总价值10000元；另外一段音乐使用的是都是由大师制作的，总价值300000元。哇，30倍！我是音乐世家。大家要分析出哪一个乐器更好。先请我们的演奏家进行 A 乐器的演奏。
Gorgeous, wonderful, Paris, shut up. 接下来请我们的演奏家用 B 乐器来演奏。知道了，拉的水平一样，这个东西不看的话看不出来是哪个乐器是值钱的。你听着哪个？这个是因为这个离着你近是吗？我觉得 A。 我也觉得 A。 是吗？我也觉得 A。 请公布答案。大家都不一样。请选 A 的人来发言。其实音色上面差距还是挺大的。为什么？哪些差别？这个有些用语言是无法表述的，就是靠天生的一种直觉。对，一个音符就能听出来的人。爸爸是音乐家。要是错了，打脸很疼的。放心，我有信心。哦，高音透，低音稳，你那边听起来更流畅一些，那边比较听声音比较硬一些。我呢就比较简单，我不会音乐，但是呢，我感觉到那个东西就是好像在我那个心那个。这样感觉，就是插到他心脏最软的地方。对，感觉就好像那个东西在叮你的感觉，感觉被蚊子叮了一下，就像被夹了一下。请选 B 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选 B？ 我以前是学乐器的，我以前是学萨克斯风的，然后我很初级的时候，我确实是用的这边的哨片。跟口哨，那边呢我没看过，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线索，但不一定。这是我朋友里品味最高的人，今天带过来就有这个环节了。别一会儿塌了。还有这样场外信息，其实我也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我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不就是我爷爷，早年在上海棉花厂弹棉花的时候。就注定了我的音乐素养和音乐细胞，入了我的血液和我的基因。好了，可以了，你的这个结束了。不，时间到。我没有，我还没说完。我说 B 音色特别好听，那种感觉就像在莱茵河边点了一杯哈农啊，看着海鸥在天上翱翔，感觉非常好。凯哥上头了，所以我认为 B 更高级。现在大家都已经公布了你们的答案，并且也解释了理由。等一下哪边的音乐奏响，就说明哪边是正确的。好害怕。Yeah！ 你音乐，你往哪儿钻？我是音乐世家，放心，我有信心。高音透，低音稳。接下来大家要品鉴的项目是两支口红，一支是美妆博主推荐的人气爆款，价值400元；另一支是学生党非常喜欢的平价款，价值40元。请大家来进行品鉴。这怎么品鉴啊？这咋的？掂掂重量能掂出好坏来啊？掂不出来。其实这个味儿可以闻出来。我味道上这个刺鼻，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奶油味儿。来，我给你试个歌。涂吧。不要使劲。张开啊啊啊！谁嗨歌啊？一点。贵族在化妆了。不好意思，我画的不太好。什么玩意儿？他像偷吃了口红一样。三太子，感觉这儿坐了一堆姥姥。突然之间爱上了这种感觉。
很奇怪的一种 feel， 就感受到了，感觉很美妙。我帮帮你，哎，哎妈呀！这帮男的都疯了，我跟你说。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是网红款呢，我觉得一定是现在最流行的。B 这个颜色呢，它比较哑光，比较适合现在的审美。A 这个颜色呢，它有点亮，像是十年前的审美。所以我们选的是 B。40块钱也要买 B 哦。好姐妹，听你的。其实他已经完全的泄露出他的破绽。400块的盒子，它有磁铁。我感觉有磁铁蛮厉害的。然后四十。好，请大家公布答案。无条件选 A。知道为什么选 A 吗？因为 A 有吸铁石。好的都有吸铁石。擦口红要吸铁石有什么用？这是口红，这个不是指南针。你想一下，你放一只口红在包包里，然后它有吸铁石，它把你的所有的硬币、把你的手机都吸在上面，还能把你的卡消磁。是，有吸铁石更安全呢。吸铁石 ，Hello。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妆博主来为我们公布答案。欢迎姐姐。哇。好了，那我们现在公布。B 是对的。哇！为什么不是吸铁石？吸铁石没有赢。那我解释一下它们的分别吧。我们首先可以称一下它的重量，方形的这一只是比较有坠手感的，有没有？这个它是很顺滑，很好推出一支唇膏出来。哦。然后另外那一只，你可以凑近耳朵听一下，它会有。卡住的感觉，有没有？对，比较胶感。刚才 baby 姐有提到呢，这是我们今年比较流行的哑光色。另外这一个呢，其实这样炎热的天气，你可以看得到它有一点融化了。老师，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口红容易粘在牙齿？baby 的口红容易粘在牙齿，那不是口红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接下来，你们将品尝两款品质不同的红酒，一款是价值3000元的小拉菲，另一款是价值300元的普通餐酒，请大家选出哪一款红酒是更好的。凯哥，你觉得呢？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来一杯82年的拉菲。这两杯的颜色就不一样，你看出来吗？你看这个挂的，这个完全没有看。好像一闻就闻出来了呀，我闻出来 ，A 好像 A 是，这普通的，对，这个，请公布答案。他们好像都选 B， 不一定，对，一半半。请选 A 的人来发言。就 A 比较好喝嘛。是一种直觉来的，因为过敏。我们俩都酒精过敏，所以我们俩不喝酒。选 B 的朋友们来说吧。其实我也不懂，但是呢，感觉说实话，这个比较好喝。但是呢，越不好喝就是越贵的东西，因为我的那品味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越不好喝的就是越。越贵。A 的喝起来的感觉有点像掺水，真的有掺水的感觉，是真的。B 的比较浓。从挂杯上来讲，这个酒的挂杯很快很均匀，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这个 Lafay， 请看它的挂壁，不太均匀，流下来也很慢，这是一个陈年老酒所必备的素质。扯完了吗，哥？一会儿真打脸可怎么办？是不是有感觉太简单了？也不简单，很难很难。那看来是真的不简单，因为你们全错了。真的假的？只有你们是选对了，对，没错。Baby， 你们俩可以去买彩票。不，这是实力。这是实力品味。刚才在说，我一点都不懂红酒，你们对了，这就是我的实力。
真的不懂，真的不懂。我们都一样啊，最懂的在这儿呢，啪啪的呀。来，来，郑恺。真香，真香！哎呀，我只能说，今天的风向是从这边吹向了这边，所以有可能拉菲的味道吹到了这个杯子里，所以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其实拉菲呢，从最直接的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单宁会比这个普通的酒庄要细腻很多，口感当中呢，其实会让人觉得很优雅。另外一款酒呢，它比较粗暴，可以这么说。谢谢。选 B 的朋友们，请去喝莫一支吧。我们好幸运啊！我们就优雅一下吧。优雅，很优雅。来，我们一集体用贵族的方式喝了这杯莫一支。第一次跟大家共饮此杯，共饮此莫一支。好像莫一支莫一。好喝吗？好喝，墨鱼汁浓浓的，超好喝。来来来，嗯嗯，哎呀，好渴呀！嗯，哎，一个锅。可以用它来喝水。哇哦！哎呀，好饿呀！哎，一个锅，可以用它来煮饭。哇哦！嗯，好好吃啊！天哪，下雨了！哎，一个锅，可以用它来躲雨。哎呀，怎么办呢？马上要跟男朋友出门了，可是我连个包都没有。哎，一个锅。王牌牌锅，你值得拥有。袁姐，你给我的这是一个包啊，送你个包，谢谢谢谢谢谢。一个好的代言人可以把任何产品都卖得很好，我将以网红的方式给大家推销这个锅。Oh my god， 它好香啊！做出来的饭一定很好吃。Oh my god， 特别有时尚感。你看，哦，它不仅仅是一个包。Oh my god， 买了一口锅，买了一个包，你还买了一顶帽子。哇！感觉要起飞了，我演什么？贾玲，你按耐住自己。我不知道演什么，就演一个那老板哈。老板，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舞台的，好，我知道工作者。那贾玲是老板娘还是老板的娘？花花板神奇拖把开始。呀呀呀！这怎么这么脏啊？那谁，你过来，赶紧的把这擦了。一会儿那个腾哥还得过来表演呢，知道吗？腾哥，过来开那个摇滚演唱会，赶紧的，我一会儿马上回来检查。啊，又要打扫，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自己能上台呢。喂喂喂！我的麦克风。
怀，我只是我，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现在给大家出题目，圆形物品直径从短到长，圆形物品是考圆的呀，直径从短到长，所以我要找的是直径最短的，我觉得应该像什么教材那种小棍儿比较好吧。我这很多，关键我是第二号，所以我不能拿太小也不能拿太大，所以这些碗啊什么的其实是挺合适的。这个不太好选呀，我这个中不溜丢的。哎，这个应该不卖吧？但我觉得这个挺合适。我觉得到我这儿的话，有个这么大，圆的，这么大，一个，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圆形物品，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这算吗？帽子，这算是圆形吗？感觉有点小。这个吧，感觉这个好像更贴切一点。这个算圆形啊，这也算圆形哈。但是我是八号呀，有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有没有巨大的圆形？你要巨大巨大的那种。泳圈我可以先借一个，就是巨大的泳圈不？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嘉宾啊？寻找时间已经截止，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揭晓。我很想看看小小的圆到底是个啥。你们猜我能够找到啥？我猜你拿的硬币。硬币，珠子。我找到的就是。别让我失望。小的我现在找不到，等一下。圆珠笔头，圆珠笔头啊，一个小米一粒，牙签，这个可以，但是有点粗，有没有牙签啊？牙签有啊，牙签，怎么有这么聪明的嘉宾啊？牙签上的一个点，对啊，它牙签横截面是圆的，啊，我的天哪，对的，认证，你们绝对找不到更短的，那我找的可比他那大。没事，您说。我找的是个小碗儿。你这个完了。你第二号你就找这么大的？你二号就找这么大的？哎，等会儿，你是这边吧？就这儿。是这面吧？是这面。这面吧？对对，就这个二嘛，二吧，贴在这儿，贴在这儿了吗？这面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圆弧。对对对，他要的是这个底儿。哎，没错没错。对，碗底碗底。这个底儿的直径，好不好？不是这个底儿，是这里头这个，这里头这个。哎，里头这个圈儿，圆圈儿，里头这个圈儿。不是导演，你按哪个来？我这不算。啊？这按碗算了。对。来，沙哥，从你脸上也行，我没机会。我们只要有七位，你这也太小了吧？你第三个。我以为他们俩会很小，因为你们后边才好找嘛。我是呀。都怪我，我不玩了。四号，陈哥，我那个区域全是衣服。帽子啊，帽子，这也还这可以啊。哪个面？这上面这一面。你是里头吧？我是这个，就是这一串。哎，陈哥，你那是不是可以就叠起来点啊？怎么叠？就是把它圆，就这帽子不是可以，就是叠可以往里面翻一翻。越叠越大了。我是这一串，他是这一圈，他是这一圈。这你这帽子，对，你这帽子是这么戴的，可以可以。不，你这白叔很严谨的，因为他那个边啊，它不是一个圆的，它得折进去，它才是一个圆的。对，从一个民族去了另一个民族是吗？突然去到了新疆的感觉。就这个吧，就这个吧。好，认证五号，我这是卷主，这个没问题吧？我这我面认证
六号，凯哥。哎，全家福。是的，里边这圈啊，里边这圈。嗯，认证比他都大。哦，可以。七号。啊，我说你怎么来我这儿了呢？原来你也是个帽子。他是个大的。可以，比我这大。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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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我的。肯定比他那大。对吧？认证九号 baby。哦。这个大。我们这一题从三号开始到九号的顺序依次变大，恭喜大家。这卷纸一会儿我们可以拿走了吧？当然不行，你不是结账吗？不行。哦。接下来给大家出这一回合题目，顺序还改吗？顺序变一变吧。我去九号，可以。你上八号吧，那我第二个。走吧，出发出发。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市场摊主头发从短到长，咱这儿有光头的人吗？光头的朋友，光头，有光头朋友吗？有光头的吗？咱们这儿，哎，光头的朋友，老师您全场转转，您头发短，啊，你找白鹿，白鹿，老师，您方便去一 B 区走走吗？有个姑娘叫白鹿，你问问白鹿在哪儿。谢谢老师啊，这算摊主吗？你算摊主吗 ？OK， 那就你了。速度对我快，长得真帅呀！带你录了录跑男，好幸运啊！一块上去一下，我们上去吧。哇，哇塞，这头发太长了吧！哎呀，到腰了，到腰了，这姐姐长，咱这市场里没有比你再长的了。嗯，应该是没有。那行，你让九号怎么办啊？我忽略九号。哇，头发好长啊！我都没见过有头发这么长的人，又长又直。怎么又不是你的头发？还骄傲什么？带着自信的步伐走回来了。你长得不够。你干啥呢你啊？谁能跟你后面玩儿啊？可真累死了！这是干啥呀？这是啊！我那头儿正长。以后把头稍微往上捏。您把这我稍微动一下。扒拉点吗？扒拉点吗？让我们检查一下大家找到的摊主头发要从短到长，从一号陈哥开始。严先生刚剪的头，这旁边都青皮的，都搓的。青皮，你看这都有青茬儿，对吧？肯定特别短。陈哥基本上是三分找七分输。二号白鹿，比他长吧。二号认证，三号。我们大哥是可进可退的那种类型，放下来是有种空气刘海的感觉。但是上去也，大哥我造放下啊，上去也能上，但我们就是放，今天是走一个下来的感觉。这个长度很明显长于二号的头发，认证。四号，这也很明显。四号也认证啊，五号，在这个肩膀下面已经到超过锁骨了。五号认证，六号，彩霞姐，很明显，很明显。六号认证，七号。你转过来头发给他们看，你看哦，很明显，很明显，明显明显。认证，我们美甲店的王姐，看看我们这头秀丽的长发，哇，这真长啊！我的上半身你就这么长。八号认证，九号，你觉得有他长吗？你站一起，背对着，背对着。那没有他长。哦，哎，不对。这很难比，这真的很难比。导演你来，你要拿尺量吗？你来。八号跟九号差不多，不管怎么样，已经有七位以上成功，所以这一题大家获胜。哦、说实话，这一局我才是关键先生，我是大哥太厉害。非常感谢我们市民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谢谢。现在给大家出这一回合题目。物品硬度从软到硬，从软到硬，软，包包软，这个软吗？这个，我应该找一个最硬的，
钻石是最硬的，找一个阿姨，然后把她的婚戒给扒下来。接下来解散硬度从软到硬，首先还是从晨哥开始。嗯，这啥呀？泡沫啊，应该是最软的。我们来看一下二号，丝巾也很柔软。羽毛丝巾，丝巾。这样，这样很灵活。嗨，这么简单。可以了，你到底是什么？丝巾。它的硬度要从软到硬。我现在从晨哥开始。泡沫啊。二号。丝巾。丝巾。认证。三号晨晨。丝巾。我们这个有材质上的差别，我是纱的，我这是真丝的。对，你感受感受，你摸一下就知道了。对，这我懂，它密度可能比前面的密度会。对对，有密是，没错，密度更大一点。哦，好，三号认证。哎，这个时候就要从开放派上来。四号，来听四号怎么狡辩。胶带，胶带，胶带。你这个这么硬，后边咋弄啊？我咋弄？我这胶带，它密度可能对密度对。透明胶带。胶带，你看我贴在上面胶带，我没有撕过。我没有撕过胶带。胶带，胶带肯定比丝巾硬。是的。好，四号也认证。五号。它是胶带嘛，我这个肯定要比胶带硬一点点，塑料。它是胶皮。我是胶皮。好，认证。六号。软木。软木。软的。认证。我们这刚好配套，可以把你那个磨了。哎，实木肯定硬度大于软木。你就知道为啥前面一直说软木。这肯定是软木。这直接拆下来，我当场给你磨成木。非常成立。对。认证。八号一直就玩的是绝杀，从来不管九号死活。哑铃片，大勋几乎没有这个游戏的参与感，没有任何体验。哎，这个也是很够硬啊。你考虑过我一点啊？不管最后八跟九哪一个硬度更硬，前面的几位顺序正确，所以恭喜大家这一题胜出。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挑战的任务就和市场里的商品有关，来领取任务卡。默契大采购，九位成员确认一到九的顺序后，抽签前往市场的不同区域，在相互不沟通的情况下，按要求各自带回一件物品，九样物品按成员抽到的顺序排列。如果连续七位成员满足题面要求即挑战成功，每成功一题可获得7500RB。哦，只要对七个就行，连续的对七个，但是不沟通，不能沟通。我们已经和市场都沟通好了，大家不需要付钱，节目组稍后会统一买单或者是归还。哦，行，那咱们现在选顺序吧，要不现在就按这个来一个，来吧，按这个来吧。现在请大家来抽签，决定各自要前往的区域。他卖啥你拿啥。刚刚是春游，现在是购物。这里商品琳琅满目，应该可以选到想要的东西吧。这一整块都是我的。对，这么大。哇，这什么都有啊，这不是什么都可以找到吗？看看大哥有点什么。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你好，你好，都是仿制品，有一种小时候陪奶奶逛市场的那样。你真帅呀！都帅，他们的帅哥都在手上。Hello。哎呀，这全是这个土特产啊，人参、鹿茸。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谁是我的幸运？哎呀。
本地的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从小到大。太好了，刚才有个小朋友。您好，您好，下午好，您好。有个小孩，那我怎能找小孩啊？20多岁的。没有。没有啊。这没有的。这个可以有。阿姨，这有叔叔不？啊，叔叔少。叔叔少不是？叔叔少。对呀、啊，放眼望去全是阿姨呢。阿姨，阿姨，都是阿姨。这儿有没有年龄大的叔叔？不好意思问您一下，您今年？你猜。肯定没有30岁。谢谢。40多了。40多了。对呀、啊。太不显了。谢谢。您别动啊，您别动，我再那个溜一圈。朋友们，能不能帮我找个老爷爷？年纪越大越好。阿伯有吗？阿伯有没有？辛苦您跟我走一趟，好吧？啊，我们去录节目，好吗？我们上跑男了。没事，走走走，啥意思？走，跟我们去玩一会儿，可以啊，厉不厉害？厉害。16个月大的同名义小朋友。哎呀 ，Hello。嗨。姐姐。姐姐，叫我。怎么还有个娃呀？来了，一个个来了，完了。我看这中间都有点像啊，中间有点要塌。中间是最难找的，太像了。中间真的很难。你但是你这小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小。我要对得起我这个顺序啊。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你们找到的本地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是否从小到大。先请一号周深。我找到的是沈女士带的滕明义小朋友，16个月大。那肯定是最小的，认证。耶、yeah! 哎你没找啊，人呢兄弟，人呢？你们找人呢？都找人呢，咋的啊？我肯定找的不是人呢。我找到的是一个伟大的女士。认真的吗？认真的。下面我朝族大姐给我找的，这肯定是朝族小男孩。就小男孩吗？啊，这个男孩没有。这个没有男孩哈、啊、没事，谢谢。朝族男孩。哎，可以。是朝族男孩吧？可以，谢谢小男孩。看见吗？这些是穿朝鲜族服饰的大男人，这些是小男孩。几岁？具体一点。他大概他十六个月。他17个月，刚刚大一点点，稍微。然后他今天非常高兴，穿着朝族的服饰来拍照片。认证。好了。下一轮我们访问亚新排第一个行不行啊？我往往我就说吧，前两个根本都不能算，7个连着从我这儿来。说那个。咱就这么，一点没错，我这没错了，我这能说话，自己能说，人自己介绍一下，不用。我叫倪国斌，今年22岁，一下这跨度就起来了啊。16个月，17个月，22岁。我实在没找着18个月的，抱歉。我们那个这边是金先生，金先生年龄是28，是吧？确认吗？金先生听到自己28岁也有点吃惊。是吧、嗯、可以，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游戏，不查身份证。28。那请金先生告诉我一下你的真实年纪。减一下。28，26是吧？嗯、啊、28。那金先生方便说一下吗？您哪年出生？是哪年？您是哪年出生的？28是哪年？你怎么还跟着？28是哪年？28是哪年呢？95。属什么来着？95。他不属95的是吧？是吧？金先生啊、哦，金先生说是，95属猪的嘛？啊，对，跟我弟一个岁数。好，我们暂时打个问号，我们等会儿跟金先生确认一下。然后5号来，你介绍，自己介绍一下吧。你30了吧？不到30，29。29。
哪一年的？94年的。哦，属什么？属狗。哎，这是真的。对，我们也是真的，我们也是真的。什么叫这个是真的？都是真的。陈哥暴露了自己。这个当时金先生说完属什么，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属了。对，来吧。是来自吉林延吉的李永日，朝鲜族。那个今年37，86年的。认证。我77年的，47岁。认证。美女连上了。今年56岁。56。认证。属猴的。我今年78岁。哦。认证。78岁了，辛苦了。谢谢爷爷，妥妥的，稳稳的了。对。稳稳的了。目前各位成员找到的市民的年纪排序应该都。比较真实， okay， 真实。只有4号晨哥你来。我有什么问题？我很真实啊。你看我们金先生今天多真诚。你就从金先生善意的这个说二弟也该给对金先生的鼓励。这样吧，我们还是请那个金先生真实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年纪。行，可以。金先生悄悄地说，说吗？悄悄地说吗？说吧，你到底多大？没事，你到底多大？86的，38、37、37。所以到4号晨哥这里顺序就错了，前面3位，后面5位，5位没有连成7位。但是呢，因为。金先生刚刚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帮你们实现这个顺序，你都感动了是不是？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给5000二弟，5000就算，所以这一题我们就算大家成功。好，谢谢，谢谢金先生送的枕头。稍后我们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会更严格。谢谢。好，也感谢几位市民的参与。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谢谢。拜拜。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题目，请大家确定自己的序号。就上1号去。跟周深换。我不想当5号了。你来2号来。啊，不，baby姐，那换一下。你，我感觉你的准则。要做最大的是吗？对，我要弄最大。逛商场的感觉还是好啊。上特产来了，姐。欢迎。哎呦。这大身，人家都给做成装饰品。那这东西还能吃吗？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年春夏款的秀款服饰。从右边开始，分别介绍一下 ：Victoria、Cindy、Linda、Cici， 他们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服饰卖到了世界各地。剩下的几位，你们要加油了啊！不要放弃，我相信你们，通过努力会有机会的，加油。第二题，物品从轻到重，这太简单了吧？这随随便便我就过关了。轻的一定在这儿啊。因为我得是最沉的那些，我先帮你。谢谢。那我这得多重啊？啊，这好难。衣服里面最轻的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袜子吧？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合适啊。水。这是米酒。这是米酒哦。我先试试重量。我其实我可以选一个看似有点重，但其实并不重的东西吓唬吓唬。我想问一下 Victoria， 你大概体重多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掂一掂。哎，我觉得可能合适。感谢你的支持啊，感谢你对跑男的支持，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寻找到的商品情况，题目是物品的重量从轻到重。我们要称是吧？先目测，不行的话我们就上秤。先从一号魏老师开始。谢谢。我们不想看魏老师，我是最重要的。哦，塑料袋。塑料袋。塑料袋不一定有我的轻。对，你不挑事儿呢吗？你这三号你干啥呀？二号，我找的是一个鹅毛的挖耳勺。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塑料袋重。对啊，这肯定是因为它是金属。你等我掏出来，我们仨都要上秤。他现在就按一号玩了，我看出来了。薄如蚕丝。不，你拿三号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前面两个得轻成啥样啊！你又不行，我给你一只脚。前三位，我们稍后上秤来确认一下。接下来是四号，当地特产米酒，然后就是没有一瓶了。啊，中间口渴喝了。口渴了。还好吧？你这个好轻啊！好，大家按照四号就位吧。这首歌在喝酒了。把直接喝掉。可以吧，就是没有一瓶了。啊，中间口渴喝了。口渴了。好，五号，小猪钱罐，这也要上秤。秤吧，没事，稳了稳了，稳了稳了。六号，凯哥。太轻了。凯哥，你到底？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怎么了？哎，怎么了？哎，干什么？您帮我。哎，你还好吗 ，Victoria？ 完蛋了，我的比你轻了，凯哥，一会儿你能现拆吗？比我轻？不要了。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要邀请他一起来。没毛病。我觉得为了尊重人家的整体和完整性，重量可以用胳膊，但是这个物品要一起来，是吧？一整个尴尬但是又很无语的样子。大无语，真的。来，七号，石油油，应该是挺重的这个。我这挺沉的。好，认证。我这个就是一会儿送 Victoria 回家的车。Victoria 比较辛苦，直接坐我的小车回去。哦，可以可以，你这个看一看就很重啊。好，认证。我的那个都没能拿上来。我去，在路上。啊，真的有人类能抬得动吗？您的货品即将送达。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九号找到的这个鱼缸，确实非常重。对，很重。从凯哥开始相对正确。那我们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这么精细吗？我觉得塑料袋应该是没有重量，都撑不出来。我觉得应该2.8克，我一定比它重。0.8克啊！我塑料袋竟然那么沉！沙哥，我这只有0.8。来，沙哥，你的丝袜。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沙哥，我看看，沾点屎，沾点屎，太恶心了吧你！这太晕了，太晕了！快点，水没了！就这么点重量，往哪儿放？4.3，可以。行了，过了。过了就是。过了吧？四号、五号上秤，放这儿，放这上面。300。290。290。你再把那个多喝一点，重新把它撑到260、280。baby 那个只有290。要不要再
量一下。这个我刚没量好，这个再来一次吧。再试一下，再试一下，试一下看看。我是瞎的吗？所以这一题大家失败。啊啊？为什么？这都喝迷糊了，也失败了。那个袜子都拼成那样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外观从难看到精美。从难看到精美，哎，从难看到精美。他这个商场里怎么可能有难看的东西呢？我找白雪公主的毒皇后。我说怎么精美程度有个七八号吧？首饰应该是比较精美的东西了。咱们货比三家的，这个不好看，还是这个不好看？找一下我的 Victoria。哇哇哇塞！哇，这是人参吧？啊，它这个太精美了，真的好精美。我们来依次展示，从难看到精美。哎呀！我的天！垃圾！你说我到那儿全是卖衣服的，你说我说你家最难看哪个？你给我来看看。人说我们这没有难看的。二号周深，但我也是难看的。怪兽，从里到外都难看，内心也比较黑暗。认证，大哥。哎呀，怎么每次到你那儿都哎呀哎呀啥呀？哎呀啥呀？哎呀哎呀啥呀？你把你刚才那袜子拿回来。不行，那有点超过一了。我那确实都是卖衣服的，也不好弄。行，自信的。我觉得比怪兽好看一点，起码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认证认证。四号，我这就特产明太鱼。明太鱼只有我们当地才有，比裤头好吗？比裤头精美。好，认证。五号，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谁戴上这顶假发会比他这个稍微精美一点点？那精美只有你戴了，我怕我戴完之后下一个比不上我精美。我觉得让凯哥戴，我戴上那不没法精美了。我觉得这样吧，还是大勋吧。别，大勋本来就是这个咸鱼本鱼，然后戴上这个假发，可能比咸鱼更加精美一点。还行啊，挺好看的。哎，比鱼好看。哇，大胸花好美啊。哦，它好适合啊。为什么？好，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那绝对比鱼精美，就比鱼好看，鱼精致一点。好，认证。接下来六号凯哥。好，那就是这个服装是吧？服装很精美，民族服饰。六号认证。目前前六位的顺序都是依次比前一个更加精美，接下来是七号白鹿。是这样的，这东西吧，它必须要配一张脸。我看看七号能玩出什么花。谁敢说我不精美？精美。谁敢说我不精美？这太精美了，精美精美精美，太精美了，太精美了，多可爱。白鹿认证了没有？现存疑。存疑。啊，为什么？白鹿，你对我的精美表示怀疑？不是，因为你刚才在说话的时候笑了一下，他可能觉得你从头到尾正经一点。别笑啊，这一下就不精美了。不要笑，不要笑。你感觉现在是在拍一个时尚大片的？对，你要有一种时尚感觉。对，给他好好摆一个 pose。你一定要撑在那个假发上吗？我们先看八号。就这个人比白鹿还要精美吗？这个人比白鹿精美吗？咱们这个判断，等一下，我这个还没有结束。哎，这个就是越弄越不精美了，感觉。真的，越弄越 low 了。输给你，真的，我不服。我质疑导演的审美，白鹿肯定比前面那个精美。到白鹿就应该已经赢了。好，七号也认证啊，看一下程程的。哇哦，这是那手工针线缝的那个人参，它每一根针都是装饰品，怕你虚跑了。认证，已经有七位以上顺序从小到大有成功，所以这一题大家获胜。哇、wow。
恭喜大家。这项任务就。